开始。又是乘末班地铁回来，诶，这次是男生，要不要开始考虑换个工作呢？什么声音？是这里发出来的吗？哎呦，柜子里的朋友。动物？怎么可能是动物？他好天真。会是什么呢？野猫、老鼠，还是家养逃跑的宠物不小心闯祸进去了？哦，等一下哦，转圈圈哦，等一下哦。奇怪，为什么今天会转圈圈？终于转完了。那我继续。好怪哦，为什么今天会转圈圈呢？那我这边看都没有什么问题耶。好吧，继续。如果你还要转的跟我说。我还是转的话，我换伺服器。我靠！干！看想吓谁？我说错什么吗？只是转圈圈而已啊！奇怪，这表情是里奥纳多的经典表情。哎，又是自己，就是这两位同学。怎么吗？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上网上多了吗？啊，跟我一样吗？不是啊，感觉快要睡着了。怎么了吗？也许是现在租的那所公寓，我住一楼感觉不太踏实。对哦，的确，住一楼还得考虑防范的问题。昨天半夜也是，好像听到外面有个男人的惨叫声了。不要，好恶心！一定是喝醉了吧？一个人在厨房的时候，只要有咔嚓的声音，就会被吓一跳哦。这又是什么奇怪的都市传说？哪来根据？而且总觉得有奇怪的视线注视着我，是错觉吧？应该没事的吧？说起来，瑞希，你写数学作业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忘写了，借我抄抄吧，瑞希，你这样还好啊，我同学人很好诶。瑞希，你妈妈呢？在国外出差呢，所以现在就我一个人。那你爸爸呢？我小学时爸爸他在交通事故中去世了，我都不知道，对不起，问了不好的话题。没事的，不过你第一次住一楼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安。其实对于公寓来说，上层才是小偷们的目标哦。真假？你就放心住着吧，记得别忘记拔钥匙。这样跟人家讲完后，再跟人家说放心住，有够没有说服力的。这样，很快就会习惯。就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才会大惊小怪的吧。あのマンション、やっぱり出るんだよ。哎呦，后面那是怎样？吓同学也不必这样啊。栗子，哦，栗子真的是，呵呵，吓一跳吧。栗子还幸灾乐祸，真是的，别总吓唬人嘛。但是在我小学的时候，那边曾经有一栋很有名的幽灵公寓哦，真的，有个年轻的女性居民被跟踪狂，也杀掉咯，跟踪狂，
好像至今也没有做到犯人吧？该不会就是前面的那个柜子里的那位？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在那栋公寓里，据说经常会看见可疑人影，而且还有诡异的声音在耳边挥之不去哦。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因为当时真的很流行吗？你这个一般的学生总往我们班跑什么？又不是来找你们的，是告诉他们校友会的事啊。校友会？喂，郑树，那三个人是同小学，都是同时本地人，你们也太过亲近了吧？管他的，郑树他好像还没有女朋友吧？哦，是吗？那如果和那女生搞好关系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郑树正往这边看呢。啊？别力气，你知道他们等等就想去逛幽灵公寓。快点啊，郑树，快给他们讲。我们小学流行的那个幽灵公寓，告诉他们是真的哦。我说啊，栗子，那只是人家的传说而已。嗯？又没有真的发生什么杀人事件。幽灵啊，奇怪的声音什么的，据说都是搞错而已。郑树，你在第二章就已经遇到那种事情，然后现在还在那边说这些都是搞错的。超级没有说服力耶，对吧，玉泰啊？又扯上玉泰，都是幽灵公寓，其实只是看起来破旧些吧。真是的，用以前的传说，要不你往下，你去住下试试啊！别那呛同学，好吧，好吧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过啊，瑞希不管有没有幽灵，那栋公寓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贴过神符。很安全的哦，是吗？这样吧，如果真有事，我就跟玉泰一起去公寓里消灭幽灵，怎么样？啊，先谢谢你们。郑树，你啊，估计只是想去那公寓探险罢了吧？啊，对了，莫非你是想去玩试胆游戏？啊，哪有这回事？哈哈，被我猜中，你真像个小孩子啊！栗子，你没有资格说别人吧？希望在校友会时不要被八木老师教育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告诉我啊。其实是……哎呦，就校舍还不够吗？别以为你遇到什么都可以让他成佛的。哎，刚才怎么了？有种被人注视的感觉。白天听的那种事情，我是不是多心了？哦，什么声音？柜子吗？壁橱里什么都没有。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刚那个声音听起来，哦，水开始有水声，这边的水龙头是关好的，浴室啊，他真的搬进那个公寓哦。好靠近啊，这栋吗？哦，这个后面那个画面，一会得洗衣服才行。
这个水龙头画面好写实。水龙头怎么自己开了？公寓太旧就会这样吗？天哪，好天真的想法哦。好像不少啊。如果妈妈回来，得好好说说才行。手机又响，房间，这不是黄昏症候群，这是天然症候群，哪里恐怖哪里窜。主角属性天然呆，他就是胆子比较大而已。独自捉迷藏时遇到鬼就会被诅咒，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是有飘飘在跟他玩捉迷藏吧？不，匿名者发来的短信真烦人。都市传说床下的男人都是发生在同时小区的，是因为杀人事件吗？住的这栋公寓，天哪，算是有些在意呢。只保留一条连锁短信，会不会有事呢？怎么办呢？要是去问尤加里或林香，他们可能会生气吧。那先存档，先存档，存一个，把两个都发到墓地里去好，还是觉得恐怖啊，干脆都扔进连锁短信的坟墓里去吧。有人发送，选择地址发送，不知道有没有事。Hello，F，晚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。在桌上学习去洗澡，再存一次。F2，去洗澡好了。我觉得去洗澡感觉会遇到第二个吗？好，我们去洗澡。为了转换心情，去洗个澡吧。我觉得浴室里面一定有什么生物，是正数？怎么？觉得一定不是正数啊？信号不太好，去起居室接电话吧。结果是起居室，完全无视我们的选项啊！这里吗？喂，是我。哦，是我，正树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只是白天实力只说一些奇怪的话题。真的是正树本人。我在想你会不会害怕什么的。谢谢哦，不过我没事的。那就好。哦，正树打来关心他。哎呦，来了，怎么了？对不起哦，浴室的水又自动流出来了。果然是因为这栋公寓太老旧了吧？天哪，他真的很乐观呢。他停了，你还是去看一下的好。不只是水管哦，之前还有一次，厨房炉灶的火突然就变得很大，真的恐怖啊！不能说恐怖，应该说危险才对。不过多亏了证书，知道灵异现象的真相，我就放心了。就好。对了，刚才我又接到匿名者的短信，连锁短信那个匿名者发来的吗？是啊，写了什么？说我住的这栋公寓其实是床下的男人，这都市传说的发源地。真是的，净说些没根据的话。
关于床下男人的说法很多呢。我以前听说是看潘家姐妹的故事，说是姐姐看到床底下有个陌生的男人，她说想和独居的女大学生交朋友。这阿飘其实还蛮变态的，那个男的带了刀子，据说还有斧头。哇塞，一只手是刀子，一只手是斧头。太夸张了吧！说起来，那栋公寓里的杀人事件，连我这个本地人都没有听过，是吧？刚才收到短信时，我真的觉得很害怕。不过现在平静多了，对这个地方还是不太了解。那下次我带你转转吧。哦，抛球了，抛球了，莫非是约会吗？当然是大家一起去，装的转移话题。好吧，挂断了。那要去浴室吗？那个男的一定是雕刻家。原来如此，你又解惑了。去浴室看看。好像不少啊，不过妈妈回来得好好说说才行。诶，一样，一样。那回房间。呵呵，喝什么？有人按门铃，等下这么晚？不会吧？这要不要出去呢？存档，先 F3，我看一下我昨天，对，好，存 F3。哦，我们先去应门好了，我觉得。那个一定不是人啊！按门铃的感觉不是人，哎，是栗子，怎么可能？假的吧？因为我说不该说的话，害你担心了吧？来吃蛋糕吧，虽然有点意外，不过还是谢谢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就算有灵魂出来，也会用相机把它拍下来。栗子真的是狂热者，看你不是为了道歉来，是为了拍灵异照片吗？啊，被识破了，随便你把想拍就拍，不过估计也拍不到什么，才不会上当呢。这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给你包裹，这东西放在大门口。哦，我家的。哇塞，录影带哎！这个年头，真冤死！看看标签，对，08年也不太有人用录影带，用相机把鬼拍下来就变游戏，变成零吗？好像取了一个很小的数字。上面写着8809，8809的型号，感觉是日期耶。如果是1988年09月，88年9月。这是传说中看了7天会拒绝录影带，现在存档，再存一次，F4，
日期好，先选一个日期，88年9月的意思。20年前，古董啊，我还没出生呢。啊，栗子又兴奋，那个古老的录像带呢？怎么办啊？这个袋子，放出来看看会不会有东西爬出来啊？放出来好了，放出来。那用起居室的电视看看吧。都拿着陌生人的袋子，然后去看，真的是超大胆的。起居室不是这里吗？这样，高中生这……哦，靠腰啊，大叔！天呐，大叔！大叔，不要爬出来，这什么好恶心！不要爬出来哦！从何瑞希，这是我的房间呐！天呐，干，你这样我会害我不敢转头哎！这男是谁干？这也太天然呆了吧！等一下，储存进度。F 墙上的日历，看墙上的日历，看挂上的日历，1988年9月，和标签上的数字一样，果然是20年前拍的。哦天哪，大叔，哇，男版贞子，你听那家伙好像在念什么东西，玉见子。女人的名字是在说女人的名字吗？好像是吧，不停的念，太恶心了，绝对恶心，超恶超恶！这家伙一定是个跟踪狂，潜伏在女人的房间里。那么现在，这大叔如果还在你们房间，然后这样对着录像说这句话，他应该会生气吧？然后别说啦，发生了传说中的杀人事件，你好像很兴奋的样子。天哪，还没有，我只是担心而已。果然，要是没看就好了，破录像带。这是20年前的录像带。哦天呐，到底是谁搞？突然放在门口，大叔来示爱啊！谁知道呢？幽灵吧？栗子，果然这栋公寓有点古怪。佩西，你看这个命名者刚发来的。如果真的话，被跟踪狂杀害女人的怨念，应该就是公寓发生灵异现象的原因吧？怎么办呢？其实只要让那个女人灵魂成佛就可以了吧？话虽如此，那女人的灵魂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只要查清楚就可以了。天啊，突然间又这么写实。灵魂探知器，天呐，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东西？这不就是个指南针吗？真是失礼啊你！有灵魂出现时，空间的磁场就会产生波动，看手机的3个信号，多少会看出一些端倪。不过不要小看这东西，效果很好哦。哦，这个是谁告诉你的？肯定是匿名者或者是灵箱吧。拖拉栗子随时拿出道具，要相信谁呢？哪个都差不多吧。看你哪个都不太信，你自己试试看吧。只要移动到有灵魂的地方，指针就会动哦。那所以我要四处晃晃嘛。哦，这里马上就有反应嘞！你看那个大叔管站在他们背后。这柜子看起来有些年旧，是以前的人留下的吧？手电筒，该不会等一下房间会变暗吧？拿个手电筒，看到什么？不要杵在那边啊！
为什么要处在那边？他就这样蹲下来，该不会是宕机吧？bug 有可能呢、欸，是我按快转，还真的都不动哎、欸。也太快遇到 bug 了吧！女高中生忏悔中，哎，好吧，我们读取最近的进度。哦，天哪！我们按快转，头有动，对啊，因为我有按快转，但是我一直快转，它就动不起来，它就蹲下去而已。这边存一下档。请问上画面是，就纯粹只是指南针的画面，它会探测如果有灵魂的话，那个指南针就会开始动。因为这模那个这个是 NDS，然后 NDS 它是同时是上下都有画面的，反正总之它们都是游戏的画面就是。哎、欸，真的是 bug 哎、欸！地板下的暗格，这暗格里只有碗和筷子。再存个档。这里也有一些反应。你的屋子真的很邪门欸，走两三步就有反应。只有装铝箔的纸盒。好像没什么反应。没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刚刚代表他的房间还蛮干净的啊，壁橱感觉有些古怪。什么都没有。刚这样感觉很毛诶，没什么特别的反应。浴室也没什么反应，我不相信，一般都是在水厂降临的吧？怎么了？没什么特别的。奇怪，如果有灵魂的话，反应应该更大些。说起来不是，
跟我的手机信号差不多吗？哦，又来了，又是匿名者发来，请狐仙和独自捉迷藏，该选哪一个呢？又来了，我再也不想请狐仙了。不过独自捉迷藏刚才的短信里，对哦，独自捉迷藏时如果看到鬼，就会被诅咒。哦，我刚已经看到鬼啦，已经被诅咒了。我刚傍晚时也收到，说起来独自捉迷藏到底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吗？是一种降临术哦，用布偶做成灵媒的仪式中，为了召唤灵魂，就要玩捉迷藏的游戏。而请狐仙应该很像，有什么不同之处吗？请狐仙游戏不同是这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如果真的附近有灵魂，比请狐仙的精确度更高哦。哇，这些人真的很喜欢玩一些很危险的游戏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的。那就在这个房间里吗？不会出问题吧？没办法，我觉得就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说的有道理，可是如果这里真的有灵魂，不查清楚让他成佛的话，还是说，就像旧校舍时那样，请狐仙试试看呢？怎么办呢？要让我选吗？再存个档。其实我自己想要请狐仙，我觉得独自捉迷藏好像会跑出那个大叔诶，大叔应该会把我做掉吧？还是狐仙？要请哪一个呢？说这一章节的选项还真多。我先请看看狐仙，果然应该是请狐仙更好一些吧。没办法，那就一起吧。拜托了，狐仙，地址你带了请狐仙用的纸吗？上次那事件之后就烧掉啦，那只能写一张新的。那就开始吧，这次瑞希来说吧。手指放松，按在硬币上。狐仙啊狐仙，那个，请你降临吧。啊，请你降临吧。如果您来了，就请移到世上吧。狐仙好像不理他哦，不行，那再试一次吧。狐仙啊狐仙，请你降临吧。如果您来了，就请移动到世上吧。感觉好像不行，好吧，集中精神再试一次。结果无论试了几次，请狐仙都没什么反应。最后栗子也放心，他自己回家去。我一夜没睡着，就直接去学校。那奇怪的录像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觉得很不安。我超无语，我这，超无语嘞！好，我回来，没有独自捉迷藏。这样就是一个结局，我觉得太好笑。凝香不是才警告过，要是来的不是狐仙，那就是低级灵。哇，这次是什么都没有召唤到哦，快笑死了！我们这次还选独自捉迷藏。决定了，那就选独自捉迷藏吧。拜托了，弟子，你知道独自捉迷藏的方法？算是吧，不过只是匿名者版本。告诉我啊，好吧，需要准备的有布偶、小刀、大米、含水、红线、手工针。首先是布偶，布偶应该在房间吧？这里面有吗？去房间的橱柜里找。
真的就是直接逼你选捉迷藏。哎，这只。我的话，长熊掌就可以了吧？接下来，小刀、大米、冷水、红线、手工针，这些东西厨房里都有，去拿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是盐水，盐水，去厨房拿。那一定要黑的画面拿东西吗？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呢？好危险哦，这些东西。接下来就是重要步骤。首先把布偶填充物取出来，把大米填进去，再把布偶缝好。啊，可怜的熊，缝好，然后把这个布偶拿到浴室去。浴室吧，房间拉门的图案跟大叔的背景图案一样啊，真的哦，我没有仔细看到，像浴缸里放那些水，只要放一点就可以了。好了吗？仪式现在就要开始，你要听好哦。手里拿着布偶，默念，看着他在心中默念三次。我先来扮鬼，然后把布偶放进浴缸里。啊，看着布偶在心中默念三次，我来扮鬼，别忘了哦。然后呢，把布偶丢进去浴缸之后，然后就从浴室出去。接下来是起居室，起居室，该不会是这个壁橱吧？不是你自夸，你不会漏过女高中生房间任何一个角落，要报警啊！打开电视画面最好会是雪花。开电视的目的是为了电视发出的电磁波来吸引灵魂的注意力。哎，例子真的知道一些有的没有的。接着把家里所有电器都关掉。哦，有够可怕的。然后闭上眼睛，在心中默数10个数。试试看，闭上眼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数到十之后，拿着小刀，该不要画吧？画手指。小心点，别画到手。想杀人？开玩笑的。拿着小刀，然后慢慢到浴室。这时要有扮鬼的感觉，在四周边走边搜索。充分体验捉迷藏的氛围，体现扮鬼的氛围，然后再四处搜索吗？然后回浴室去吧。这样搜索，搜索，然后回去。熊熊不见了吗？哦，熊熊还在。看到布偶之后，把它拿起来，在心中念三次，找到了，然后用小刀刺向布偶。吃个饭就回来换游戏了，这是灵异类型，算是吧，算是恐怖游戏，就是内容都是在讲说一些日本的都市传说。在手上，心中默念找到，然后用小刀刺下去。正式场合真的就要刺哦，知道了。接下来看着布偶在心中默念三次，接着你扮鬼，要开始被抓了。
OK，小刀拔出来，将布偶放回浴缸里，然后立刻出浴室。栗子真的很熟诶。接下来动作要快一些，轮到灵魂扮鬼来捉你。喝一口杯子里的盐水。是含着盐水，然后迅速的躲到壁橱里。一直要跟他一起躲吗？接着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等着灵魂出现就可以了。有够可怕，要一直等着吗？因为是捉迷藏嘛，千万不能被捉到哦。如果被捉到会怎么样？谁知道，也许会很可怕吧。你也太不负责了吧！你也想知道吧那些灵异现象的真相？记住了，进入壁橱的时候千万不能发出声音，觉得要存个档，存档。F7，一定会得到那个灵魂，他本体的线索。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？当灵魂的存在感消失之后，就迅速冲进浴室。迅速，他有躲到壁橱吗？看到浴缸里的布偶之后，把嘴里含的盐水喷上去，之间要一直拿着小刀，还要含着盐水吗？最后在心中默念3次，我赢了，赢了吗？然后就结束了。不过有时候布偶也会移动的哦，布偶还会动。你可要多加小心。那时候该怎么办？就只能找到他了吧。总之，先把布偶拿出来吧。好吧，没问题吗？再确认一次，再确认一次好了，以防万一。为什么台主配音后变得很灵异？有吗？那就练习一下吧，练习一下，确认一次哦。拿着大米的布偶到浴室去，对着布偶心中默念3次。我先来扮鬼，把布偶放进浴缸就离开浴室。打开电视，把画面调成雪花。关掉家里所有的电器，闭上眼睛，心中默数到10。拿着小刀去浴室。拿起布偶，在心中默念3次，找到了，用小刀刺向布偶，先默念，然后再刺向，然后心中默念3次，接着你扮鬼，拔出小刀放回布偶，然后离开浴室，含一口杯里的盐水迅速藏起来，灵魂的存在感消失之后回到浴室，把嘴里含的盐水喷在浴缸。的布偶身上，在心中默念3次，我赢了。能试试看了吧？另外，独自捉迷藏只能一人来执行哦，所以栗子要抛弃他了吗？那这段时间里我怎么办呢？能在外面等一会吗？真的诶，栗子要把他抛弃了。如果不是一个人实行的话，是不会成功咯。不是吧？就是两个人一起会悲剧啊，就是想两个人一起耶，居然没什么信心啊。那栗子就得回去吗？我是无所谓，只能我一个人来实行吗？啊，都刚选太快，忘记存档，的确就是这个规矩啊。对，我忘记存档了，我按太快，我找。有一个人不知道行不行，不要紧的。而且栗子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有些事情还想请你帮忙。那也没关系啊，又不是非要现在就做，是吗？你已经转发了吧？那个独自捉迷藏的短信，把它删掉了。
把它删掉了，刚才发过了。哎，老师，不一样吗？那不就没事了吗？好好的考虑一下吧。说的也是，那就先放放吧。时间还很充裕，怎么办呢？接下来，存档。这一回合的选项好多。去外面看看吧，公寓外面，走廊和楼梯什么的。好啊，我也想知道录像带的真相。要是发现尸体的话，怎么办才好呢？不可能有的吧，真是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说不定就埋在花坛里哦。而且现在又是夏天，说不定尸体会露出来。尸体会露出来吗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被埋在地下的尸体。温度高时，肌肉就会收缩，然后就抽搐站起来。真假？尤其是夏天，手脚很容易露出地面哦。别说了，尤其要注意花坛附近。我住的这栋公寓根本就没有什么花坛。那一楼不是有庭院吗？一楼的庭院在我们搬来之前就已经全部翻新过了，还灌上混。Hello, DK 安安，真无聊。哎呦，总觉得一出来就像有什么东西一样。别说啦，也许能拍到什么好照片。真是的，万一真拍到了怎么办？这背后会不会有那个变态大叔啊？不要紧啊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我操！我操！他突然间出现的声音不舒服，撞到柱子。什么啊？这个你认识吗？住在2楼的男生，真假是活人吗？你好啊，去补课了吗？是啊，这么晚还在外面，你们在试胆吗？哈哈，你看我们像吗？最近附近在闹鬼哦。哪里？最里面的仓库。朋友过来找我玩，回家时候在仓库附近。看到老婆婆的幽灵，我以为变态都喜欢的是年轻的女高中生，结果对老婆婆也有兴趣。我突然想到尸体派对，尸体派对，我之前也有想玩过。仓库是一楼走廊尽头的那间吗？是啊，脏兮兮的那间。你们不会是把住在一楼的老婆婆错看成鬼了吧？不过那个老婆婆当时一直在睡觉哦，是吗？我朋友说绝对是看到幽灵。那孩子说是真的吗？怎么办？去仓库看看吧，再存个档。哎，这一节真的存的档很多哎，我已经存到 F8 了。仓库看看吧。好啊，就在这个走廊的最里面。好紧张哦，我也很紧张。门没有锁。哇哦，要好好调查一番了。这里，好大的一堆录像带，也放跟放在我们家门口的编号差不多。到底是谁把录像带放在我们家门口的？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个账本吧，写着103号房间哦。等一下，103号房间，不就是瑞西住的房间吗？天啊，超衰，超衰！名字叫做。桑田御见子，之前住在这里人吗？御见子，就是那个跟踪狂一直念叨的名字吧？快看，这个账本是从1988年5月开始，9月就没有再记账。录像带的月份果然是被杀了吧？
好可怜。有不少古老的杂志和书呢。你看那本书的标题，咦？看了那本图解，指自己不受恶灵伤害的方法，哦，这个我喜欢，真的，拿来看看。嗯，里面夹着一张纸，说是铝箔有防止灵魂入侵的效果。铝箔吗？等等，就马上去找铝箔。如果把整面墙都贴满，就可以吸收灵力。时间会不会来不及啊？房子很大哎。削弱灵魂，使其无法靠近。厨房的橱柜里好像有很多铝箔呢。右边也还有些笔记。哇，好多字哦。驱魔符、水晶原石、蛇皮钱包、藏族布护符，还有把杯子泡在水里立上筷子。杯子里插着筷子，看看有什么别的吗？看着头疼。103号室的秘密。我操！吓死人，老婆婆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老婆婆，不要吓了。那个，看看这间仓库而已，这里没有值钱的东西哦。不要偷东西啊！太失礼吧，我们又不是小偷。这间仓库一直都在这里的吗？20多年吧，很早就在了。之前的房东死后就一直在这里了。果然是房东的，是个很体贴的好人啊，还把租房的居民们追死掉的那个人女生是房东哦，放在这里的东西保存起来。那。想问他苍田御剑子存档。请问老婆婆，你认识苍田御剑子这个人吗？苍田御剑子居然是20年前就住在这。御剑子就是小玉嘛，那个招人喜欢的女孩子。老婆婆知道哎，还记得其他细节吗？还有没有恋人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有个男人总在门口转来转去，跟踪狂，果然是那个跟踪狂。对了，小玉她秋天时就再也没见过他了，一定是被杀喽。义子，还有别的线索吗？这个，我住的地方和他一样是103号室。你住在103号室？是啊，住这瑞希真的还蛮衰的。不可能，为什么？那个房间是不能住人的。嗯？大家都死了，没有人知道。已经好了吧？奇怪的事情又要发生了。他到底是为什么会租到这么可怕的房子啊？有点累了。不会吧，要开始玩捉迷藏了。怎么了？果然还是很在意啊，这里是不是有人被杀了？又要开始玩捉迷藏。会先躲下，还不能吗？我操！这舒服的声音啊，是我妈妈。喂，这可能是你跟你妈妈最后一通的电话了。嗯，没事的。是吗？那你那边怎么样？嗯，不用担心我。虽然听了一些传说，不过这个房间，莫非真的是发生过杀人事件？我知道了。听着这就放心啦，谢谢，再见了。你妈妈还在国外出差吧？后天就回来了，真厉害呢。这下全明白了那个杀人事件。
出来听听怎么回事。在租下这里之前，听房产中介说的。房产中介吗？不是都在传说吗？说这里是幽灵公寓。之前住在这里的女人的确叫仓田玉见子，她以前好像真的遇到过跟踪狂，不过并没有被杀这一说。这样啊，住在附近老家里的 OL 还有房产中介人都知道，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的时候，想和交往的男人分手，虽然拖了很久，好像最后还是分手。原来如此。结果那个男的一直纠缠不休，所以跟踪狂有可能是她的男友。哦，遇到恐怖情人欸，她被逼得都住院了，真的是太危险了。不过之后也就康复了，现在生活也很幸福。为何？据说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老婆婆的传说比较能相信欸。怎么啊？就这样？怎么可能？所以啊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杀人案件。这公寓里怎么会发生灵异事件呢？就说是单纯的老化而已。天哪，超乐观呢！你真的这么想的？也许吧。这本辟邪的书呢？冈田御见子到底在怕什么？说起来，听说这里以前闹鬼哦，闹鬼。毕竟仓田玉见子还活着嘛，也许就按照那本书上写的辟邪的方法起作用啊，那就没必要再试什么独自捉迷藏了吧？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试一下独自捉迷藏吧。哦，是同学在怂恿他欸，还是算了吧，我可不想因为这个惹祸上身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有人。有人，我的房间传来的，天哪，真是时候，我还是没办法相信，要不要去看看？有够可怕！你们真的要去看吗？这是一定要查出来灵异现象的真相。你这胆子超大哎，要不要用探测器试一下？不会有什么大反应。天哪，超乐观，连试都不想试。哦，要是我转超快，你看有反应吧？很可怕，不要去，存个档。会不要去啊？这很可怕。天呐，那个转得很厉害啊！桌子上的东西被扔得满地都是。啊！建筑物发出的声音不同，什么声音？莫非真的是幽灵？天呐，床下面！天呐，等一下就会手收，有手收，像都市传说那样。只好去看看。这有够可怕的，再存个档。我去看看，我觉得等一下就会手浮出来，然后就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御见子啊！不是幽灵，床下有个人，是御见子。这要不要告诉丽？告诉栗子应该是拖栗子一起死吧？不要啊，应该是自己死，还是得告诉栗子才行。我们拖栗子一起死好了，告诉栗子才行。再存个档。把栗子一起拖去死。怎样才能告诉栗子呢？手机。搞什么？突然发这短信，没时间了。天哪，说人明明就在隔壁，为什么要用短信呢？
惊慌之余，我拉着丽慈飞出公寓，找到附近的值班岗亭，向警方报了案。当警方冲进房间时，那个男人还躲在床下。被逮捕的那个男人也是同栋公寓的居民，他只是个普通上班族，究竟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也太怪了吧！这该不会又是凶结局吧？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。第二天刚到学校，公寓发生的事件就被传开了。经过栗子的家有天助，传言很快就散播开了，好像还是和匿名的短信有关。那个指南针好像也没派上多大用场，没那回事。要跟栗子商量商量吗？也许郑树也脸皱连累呢。为了早点放心，还是调查一下吧。怎么啊？家伙竟然喜欢开玩笑，不过还是有优点。嗯，我知道。刘佳怡老师，从其他学生那里听说的，真是太可怕，总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一定会没事的，谢谢老师。小川同学，能听我说一句吗？嗯。所有的都市传说都隐藏着真实的一面，老师，要相信自己。听说家里发生案件，妈妈决定预定提前。原来那通电话不是最后通电话，明天早上就回国。不知道他能不能顺利度过晚上。今天晚上还是我一个人住，因为真的很害怕。我觉得他去栗子家住会比较好，所以联系了栗子和郑树，邀他们过来玩。为什么是邀同学来玩，不是你去人家家里住吗？这房间这么可怕，事件真的已经解决了吗？而且他还把床搬起来，是怕人家就没有地方待了吗？总觉得有什么关联，一定是漏掉什么重要的线索吧。灵异现象，跟踪狂，冈田御剑子，碧血，床下的男人，所有都市传说都隐藏了真实的一面。刘佳老师是这么说的。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试试独自捉迷藏吧。我在怂恿，都市传说的真相，只要没超过20小时，什么时候试都可以吧。现在还来得及，要相信自己。我想试试独自捉迷藏。哇塞，哇塞，我们来试一下独自捉迷藏，存个档。我刚存到，试试看吧。如果不试，绝对会后悔；不试，一定就是凶结局啊。那就开始吧，独自捉迷藏。看一下那个步骤。首先要把装了大米并且缝合好的布偶放在浴室，去浴室，浴缸就像昨天一样，里面放了些水。这时候要先说什么呢？先说我先来扮鬼，说几次呢？3次。接下来要浸在浴缸里的东西，熊，把这浸在里面，然后。从浴室出去，然后，我好像有点忘记，是回到房，可是是应该是要躲的时候才会回到房间吧？我要去啊，开那个电磁波嘛，心中闭着眼睛默念到，打开电视，我记得是先打开电视吧。然后再闭上眼睛，默数的
只要我先扮鬼的话，我先扮鬼。对哦，是电视哦，我没有记错。接着数到十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睁开眼睛之后要去哪里来着？睁开眼睛之后去浴室吧，就是像探索似的去浴室，在这边这样子探索着。然后去浴室，要先捅那只熊吗？假的，我已经有做错步骤了吗？把浴色要浸在浴缸里的东西拿在手上，捉三次，捉到了还是找到了？啊，捉到跟找到了，这名词也太近了吧！天啊，我想想看，捉到了跟找到，捉到是抓到鬼，找到是发现你。嗯，这是有点难呢，这是完全考验我的记忆力。找到吗？我选一次找到。找到了。接下来使用的物品是刀子，这个我知道。用小刀刺下去。哦，好痛啊。然后要说什么来着？接着你来扮鬼，把物品放回浴缸里，然后去躲在壁橱里。接下来用什么东西呢？喝盐水吧。应该是要喝食盐水。把这个含在嘴里，走吧，躲在壁橱里。藏在床下。来了来了，真的会出现灵魂吗？我想在这边存个档，我存一下档。我刚刚是存 F3 F4 的 8.06 变色，哎呀，自己存到忘记。藏在壁橱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声音，一定会找到灵魂振声的线索。这种时候我竟然一个人在房间，电视没声音了，他出来了，好危险啊，差点把嘴里的水咽下去。有够可怕，什么声音？外面到底怎么样？不要出去啊，不要出去，注意听，注意听，拖的东西的声音，在拖什么呢？地板吗？啊？我操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在开始敲吗？拼命忍住打电话求救。
们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已经不行了，你也太脆弱了吧！救命！你喊什么？你喊就被抓到啦！敲打的声音消失了。对了，独自捉迷藏时，如果灵感的感应消失了，就说明一切都结束了。快，好，我们赶快出去。你看，出去希望是安全的。太好，已经走。希望，拜托，拜托，是不是不在呢？不会吧？圣树粒子，我觉得要先去，是不是要先去吐水啊？就是去，我们先去。总之，先完成独自捉迷藏吧。浴缸里有个布偶，现在我应该。说，把盐水洒在布偶上哦。把盐水，应该是把盐水洒在布偶上。结果打开是那只熊，有够可怕的。应该是吧。盐水洒在布偶上。舒服多了。做三次，我赢了。捉迷藏结束了，应该是我赢了。有没有错？希望没有错。独自捉迷藏这方法真的能叫出灵魂吗？瑞希做的不错嘛。怎么说呢？结束之前一直胆战心惊的。诶，结束独自捉迷藏的方法，应该是。真的假的？要把布偶烧掉？是吗？我也不太清楚。粒子害人啊！哦天啊！玉太这么说的，这样啊？那布偶在哪呢？还在浴缸里呢，不是很糟糕吗？超级糟糕哎！我对不起哦，瑞希。没事的，说起来步骤还真是复杂。这样真的没事吗？虽然用毛巾擦过，不过想要烧掉它，也许还要花一些时间吧，差不多吧。怎么口袋里果然没有处理掉啊？男生又开始转动了，指向学习的房间了。要走过去的意思吗？这群人真的很大胆。你的床怎么回事？没心情躺，我怕这有人躺在下面，所以就把它立起来了。今天打算睡客厅。原来如此。壁纸脱落了。铝箔是什么？铝箔贴得满满的，不会是整个房间的哦。天花板，天花板有什么？看，这傻小，从客厅传来的，着火了！我先存档，着火了，它烧起来了！厨房的火烧到瓦楞纸箱来不及了，赶快扑灭它才行。水，也想着灭火吧，快逃！来不及了，快逃吧！啊，真的就这样逃走了吗？转得很厉害，怎么回事？瑞希，快逃啊！啊！床下面发出的声音，和刚才独自捉迷藏时发出的声音一样。莫非床下的男人同样被灵魂附体了吗？玉剑子他是被跟踪狂杀了吗？为什么灵魂会呼唤自己的名字呢？你这时候还在推理，还要折回去吗？瑞希不要啊！哇，B
壁纸因为受热脱落，露出了铝箔。整个房间都是用来削弱灵力的。那个声音，抓地板的声音，地板，该不会御剑只是被埋在地板里吧？地板好像，床底下的地板有一块很奇怪。我觉得我要拆尸体是不是啊？我这操你！天哪！我天哪！御剑子啊！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拆的？那我赶快拆一拆好吗？拜托，我实在是很不想看这种东西。我天哪！我天哪！怎么回事？御剑子！哦，受不了！干你娘啊！出来了！天哪！尸体布木乃伊，而且为什么是这个手啊？这手是很怪，因为受热木乃伊它啊，这件衣服在录像带里看过。莫非这个木乃伊，莫非是变态吗？脖子上插着的菜刀，也许是被当作跟踪狂的男人。尸体怎么回事？好难受，已经不行了，跳窗吧。哎，能住一楼真是太好，原来他们只住一楼哦。大火烧毁了客厅以及我房间一部分，之后就被控制住了。听警察说是因为煤气管老旧引起的。不过比起火灾，大家更关注的是地板下发现的木乃伊。那具木乃伊的真实身份果然是录像带里的跟踪狂。杀人犯以前曾经住在那个房间的里，杀人犯是以前曾经住在那个房间里的苍田御剑子。他和当时那个跟踪他的男人发生了争执，据说因为话不投机，最后把他杀死。哇，原来是御剑子把跟踪狂杀了。根据林下的调查，苍田御剑子他因为害怕跟踪狂无法成佛继续纠缠他，于是便自行尝试了许多方法用来削弱他的灵力。那种方法奏效了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直到最近才爆发呢？也许是因为最近灵魂特别的活跃吧。也太衰了吧，灵魂解除自身的封印，然后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己尸体的所在地，才发生了一系列灵异现象。灵像是这样推理的，仔细想想还是很悲哀的吧。在进行独自捉迷藏时，在厨房里听到的悲鸣声，还有身体倒地的声音，都是当时场景的再现。残留在耳畔的声音是抓地板的声音，说起来那个声音也许是他被封印在地板下时拼命发出来的吧。他能好好的成佛吗？不用担心了。不过那个跟踪狂好像挺帅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我真不知道。你仔细看的话，那个发型也很流行，你还真是恶趣味啊，是吗？这个声音怎么了？好了，你要搬到哪里去呢？对哦，他家被烧毁了，欸，超衰欸。搬新家，然后结果房子就这样毁了。还没决定，暂时先住在旅馆吧。真好，我也想啊，早点恢复正常生活就好。这次找新房子可要慎重一些了，看男人的眼光也要放亮些哦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还拿着呢。这个探测器也许还会派上用场。这一幕是怎么回事？大吉，哇，感人。